我今天早上也是以鹅麻为基底加的。何总是不太理解。他要解开了。现在开始烤。真的吗？真的烤了。选到红色，我们到时候还是要退的。对啊，这两个就是一个七八一个九。如果你真的要东上是没关系，直接很直升。因为你全部领域选完，你还要再补习。我们就开始了。好，那今天主要是在讲，就是那个时候期末有填问卷，现在填问卷，然后有收集到很多问题，然后今天主要是要讲，跟大家讲我们遇到哪些问题，然后怎么解决，然后下学期的空笔要怎么做。好，然后我们把问题分成，主要分成这几个，就是内容，然后排版啊，然后冗员啊，制度、刊物、串流。这些好，然后第一个内容遇到的问题就是翻译翻错啊，错字语义不顺，专有名词不一致，没有讲义图片的注解，没有老师上课的口述重点，有些共笔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好，那这些讲出来就是，没有讲谁，但是如果你上学期，如果你自己知道有遇到，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有做这些事情的话，你就自己注意一下啊。但是都我们解决方法是让分工更明确。那今天后面也会讲怎么分工的问题，因为我就是我们讨论出来的结果，就是为什么遇到这种状况，就是上学期的共笔是组员做，然后组长审，科学一审，共笔长又审，那到底要怪谁？你也不知道怪谁，所以共笔错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好，那就砍路，就只能这样。那我们解决方法就是以后就是分工就很明确，所以。如果某个部分出了问题，那你就知道骂谁。好，那个人也知道 ，OK。如果这个部分让大家知道，我做错了，那个他们就会骂我。好，那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小心，比较注意一点。所以上面这个部分，我们解决方法就是让分工更明确。那最多人提到的是这个，只有翻译没有整理。所以我们下学期有用一个新的东西，就是重点整理。我们新增的这个东西，那。这东西形式上会长怎么样？我们有做试做了一周，就是以上学期普通普生第三周做了一个类似重点整理的东西，就是上面其实都是跟组员，就是上面其实都跟上学期的东西就是差不多。那重点整理的形式会差不多像长这个样子，就是会放在讲义的最后面，然后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表格啊。就是以这个东西，它就会涵盖上面可能三到四页的内容。那可能需要的人就可以读这些。那或者是就是这是表格嘛，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标记重点啊，方便阅读，就是读起来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啊。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见仁见智，有些人觉得它这样整理很好，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不喜欢。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先试试看，对，那。就可以解决我们就是大家很多人说的就只有翻译没有整理这件事，或者是会有这个东西一些流程图，因为生物很多东西如果有讲到机制这个东西，你用文字的话会很乱，然后篇幅会很大，但是如果做成流程图的话会比较好阅读。好，所以重点整理大概会长这样的形式，所以这个东西
只有翻译没有整理，我们解决方法就是新增这个重点整理。那这个重点整理不强制做，但是原则上是组长做。为什么不强制做？因为有时候有些东西你把它整理，你也没得整理，你硬做表格好像也是一个很没有必要的动作，所以就是不强制做。原则上组长做，组员也可以做，但是主要是还是交由组长，就是主要这个责任是在组长身上。然后他怎么做，就是主要就是精简文字、重点摘要、标记重点。那你可以做表格、做流程图、做限制图，就是让组长自由发挥，你想怎么做都可以。我们这学期就先试试看，那其中会有一个回馈表单，你们就先看看这学期控笔会长怎么样。如果你们觉得不喜欢，那可能之后还是会回到以前的形式，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缺点就是它篇幅会变大，可能一本控笔会多个四到五页、五到六页不一定。那剩下的东西都会跟之前一样，那但是会增加工作量，就是会让大家工作量平均的工作量会上升，所以就先试试看，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还是回到以前的形式。好，再来是这个梗图良莠不齐。这个东西先说明一下哦，就是梗图这个东西它存在的意义，它是为了排版，它不是，对，当然就是也有娱乐的效果，但是它比较主要的地方是排版。比如说像这里表格不要跨页，因为跨页的话会难阅读，所以像这里就很空一大片吧，这里其实就是放一些图，所以这边你不一定要放梗图，你甚至放一张长辈图也是可以的。但是所以梗图良莠不齐，这个可能比较难解决，而且幽默感大家都不一样，你没办法让就是全系140个人都觉得很好笑，这比较难达到，所以这部分就大家见谅一下。对，好，所以我那个规章上面有写说梗图你可以放，但放了不一定会留，你还是可以放啊。我们觉得不错笑，我就会把它留下来，那可能就会出现在某一周的控笔上面。OK， 所以如果你放了然后被删掉，不要太失望，它就是可能是排版的问题，不是你不好笑。好，再来是排版，所以排版是主要遇到是 Word 版本不一，电脑作业系统不一，有些人是 Mac， 然后有些人是不是 Mac 的，然后组员没有仔细看控笔规章，对，注意一下，就是上学期谁没有仔细看的，注意一下。好，字体、行距、字母大小、全形、半形，这些排版阶层都不一致。好，然后结果就是组长会花大量的时间排版，懂一下。结果就是我们会组长非常辛苦，会花大量时间排版。那怎么解决呢？我们会弄一个控笔模板。好，那控笔模板长怎么样？我们已经把它做好了，就是你之后就是下载这个模板。这个模板在哪里呢？这个模板在一样在这个资料夹一下，然后在这个位置。对，然后你就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就照着这个模板做。这个模板阶层都已经排好了，然后阶层在这里，然后你要点选这个目前文件的清单，然后你要点这个 ，OK 吗？那你点下去 ，OK， 它阶层就会完全都一样，就是你所有组员，如果你都按照这个做的话，那你的阶层、你的这些距离啊，都是设定好的。然后字体也帮你弄好了，那字体主要是这个标题是14，然后是那个粗体。好，总之我们弄一个模板。好，所以制作控笔的时候，将云端上的模板下载下来，再一次模板制作。这边要注意一下，不是在云端上面的模板直接在那边编辑。OK， 就是云端的模板是让你下载的，不是让你编辑的。好，再来，所以就会解决上面这三个问题。那组长花大量时间排版，这其实还是会遇到问题。原因是因为以前的组长是一个组长，然后下面可能3到5个。那这学期如果按照上学期的分工分组制度的话，你一个组长下面可能带7到8个组员。那上学期带过组长的话，就已经能想象到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解决方法是，我们会精简排版工作，一组就是3个人，一个组长加2个组员。那如果你有看控笔规则的话，你应该也知道，就
就是一组就是负责一节课的内容。这个好处就是组长他只要负责合并两个组员的档案就好了，就是如果一个排版做得不错，那你只要把另外一个贴上来，然后再稍微微调一下就好了。那还有遇到问题是往上传一次排版软体是赶工比排版又软体是好，所以这一样是分工的问题，后面大家都会细讲，所以我们就好，我们就组长跟工比长负责排版就好了，科学就不用排版，组员就是你就按照模板就好了。再来是冗员，惩处制度难以落实，然后退回去之后还是没改善。那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主要就是因为上学期的绩点制度太过于残忍，绩五点你就永远退出共比群。对，所以再来就是绩点都是，就是可能就是共比长负责绩嘛。那你是共比长，你敢绩吗？对，应该是不敢嘛，对不对？好，所以怎么办呢？那一样让分工更明确。用舆论的压力限制你这个人的行为，好，谁烂就骂谁。好，再来是期中期末问卷回馈开放匿名黑特并公布，一样谁烂就骂谁。好，那个问卷在哪里呢？就是到时候问卷是这个啦，摆烂回报。然后第一个问题是谁摆烂，第二个问题是他摆烂的事件。如果你回报了，我们就会调查。OK， 任何人都可以回报，好吗？你觉得他做得很烂，你就填表单，那我们就会调查。OK， 那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共比规章里面，我有贴这个网址，你把它拉到最下面，你把它拉到最下面，这个东西回报区。OK， 啊，你不要乱写，因为我们会调查，你不要就是对，你可以匿名回报，就是要属实。好，回报完之后呢，因为如果就我们两个决定的话，还是压力，我们两个压力会很大。好，你回报之后，我们就会跟科学一起投票，要决定要不要将这个人踢出共比群。对，如果你被踢出去了，你也不知道骂谁，你不知道就是好，就也不是我回报的嘛，对不对？好，总之，但是期中前退出呢，你下学期才可以重新加入；期中后退出，你下学期期中后才可以重新加入。不是永远把你踢出去，是暂时把你踢出去，让你反省一下。好，再来是科学一，如果科学一不适任，那共比长有权在任何时间更换科学一。如果共比长不适任 ，OK， 一样，任何人可以提出投票罢免，赞成人超过四分之一，那我们就变主人，那一周内选出新的共比长。好，所以这会比原本的东西更好落实啊，因为绩点，就如果是绩点的话，很难执行，没有人敢绩，然后也没有人敢真的把你踢出去。好，那再来是制度，制度问题是深化时数跟分身的时数不一样。这刚刚讲了，组长工作会严重不均，深化的组长可能一个人带七到八个，那分身的组长可能一个人带四到五个，那难道深化组长就比较衰吗？对，不行这样吗？然后制作共比的时间太短，好，这个东西，所以很多人抱怨制作共比时间太短。我上学一直当组员，我也觉得太短。那个时候生物，那个时候普生下午上完，然后隔天的晚上就要升出来，很短。好，那我们就延长，现在变九天。那考前一周原则上是五天。那如果你是考前一周的同学，你会注意到你这学期只要做一次共比，好，这是我们的那个一点就是小福利，就是你做的时间比较短，但也让你做比较少次。好，那但是我们生化课，我们排完组才发现，生化的教授他居然这学期他居然考试的方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所以我们那个组还会再微调一下。那对，好，那所以这个东西会更改分组制度，但自然后面会细讲。然后在每周难度不同导致工作量不同，这个很难改善，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周难度比较难，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周工作量比较多，所以这个就比较没办法。共比可以不用每届都重做，这个我觉得这个蛮值得讨论的，因为其他学校有些学校的确它不是每届都重做，但是我们因为一学期人比较多，然后我们这学期课也比较少，所以如果以后遇到课比较多的情况，我们的确可以考虑看要不要每届都重做，有可能就的确不用每届都重做。再来是审查工作没有效率，审三成。组长要审，科学要审，共比要审。那
组长人数最多，一学期升两次而已。科学一人数次多，一学期可能升九次。共比长只有两个，一学期要升24次。这个很非常非常，就是非常不公平嘛，非常，反正就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东西。好，再来就是审共比的方式不一样，什么意思？有些人审的方式是怎样？就是我就把共比打开，然后就从头到尾这样看过去 ，OK， 好像都没有问题，也没什么错字，看起来蛮顺的，然后就交出去了。那有些人审的方式是怎样？他会拿着讲义，然后听着串流，这样一字一句的这样很认真的审过一次。好，那如果你今天是科学一，那你也不知道组长是用哪一种方式审嘛？那如果你今天要很认真的审完，你可能就是你每次拿到一份，你都要很认真一字一句一字一句审。那如果你今天是共笔账，你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啊，你也不知道今天下面的人有没有非常非常认真审，所以你的方式还是可能好，那我还是得认真审。那如果大家都很认真审，认真审三次，其实很没有效率嘛，很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改善的方式是怎样？我们现在就变成两个人审了，组员自己把自己的内容看过一次。这些很基本的错误啊，字源大小、字体种类、字体形式、语句错字、语句不是，有些人翻出来，然后就是可以看一下自己翻的东西，自己的中文念起来顺不顺啊？就是有时候上学期真的有遇到，就是看过去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我不知道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好，然后错字啊，然后标点符号啊、排版层次这些，组员就稍微把自己写过的东西看过一次。那组长没有义务要审。组长没有义务要审，但是组长你要审也是可以。再来是科学一，就是最后一审，他是对着讲义跟串流仔细的审查共笔，检查有没有漏写，检查串流内容，他就是老师有讲到的重点，他有没有都写进去，然后检查有没有翻译错误啊，就是有时候就是英文是讲义上的英文跟共笔上的中文是不一样的意思，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检查有没有翻译错误，然后统一所有专用名词这样，所以这样现在就只有审两次。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再来是刊物，赖群的刊物太乱，然后共笔长期末还要花时间整理，解决方式就是用云端或者共编集中刊物。那在哪里呢？就是你点到这个刊物，然后看你要刊物什么，分身你就点进来，那点进来你就跟上学一样，哪里有错，然后要怎么改。那是记得要说明。那打往右边啦。你按住 A 键。好。所以下学期，我给大家记得到我的云端共编集中刊物，这样大家比较方便找。好，再来是串流。音量太小，杂音太多，上传时间不固定，所以那个声化你们已经有看到了嘛？就是我们有做那个荧幕录音，就是直接用荧幕录音。那上传那个上传的时间会比较快，就是之前如果用相机录的话，那个上传的时间要非常久，所以也不能怪那个声音，就是那个要花很多的时间。那在所以我们就是直接用荧幕录音，那上传的时间就会比较快。然后有人提到音量怕太小，杂音太多，可不可以用收音机处理？森林有去问学长姐，就是其实学长姐有试过用收音器去收音，然后效果没有改善很多，所以我们就先不要花这个钱这样。好，再来是一堂课会制作一个 YouTube 播放清单，所以清单的地方，反正下学期的东西。如果你找不到，你就在这个云端，应该都找得到，就是播放清单在这边。然后一样，你点这个，点进去，然后就会有串流了。然后，第二周的都会，就是所有周四的都会在同一个播放清单里面，这样。好，所以串流 ，OK。再来是考古，详解不够详细，错误率太高，希望把题目都整理成电子版。希望能题目答案一起，题目印刷品质比较好。这几个下面三个其实是同一件事啊。那我们就有用了这个，因为上学期共笔，然后其实也有格式，但是可能
能他没有一开始就打在那个就是共比的规则上面，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的。那没关系，我们下学期会用这个东西。这是考古的共编，那一样，你就看你是第几题，你就把题号打上去，然后周次打上去，你写的名字打上去，审稿人打上去，题目、答案、详解、资料来源，都跟上学期一样，只是会比较有格式，那表格的东西也比较不会跑掉。所以它跟共笔不一样是，共笔是你把模板下载下来，在自己的电脑编辑，那考古是你要直接在云端上面的这个东西编辑，你要直接在云端上编辑。好，那比如说生化已经有人有写上去了，我找一下。像这个是硕君已经有把一题写上去，就照他这个样子，题号、周次，然后谁写的，然后题目，然后答案详解。好，那他16题答在这里，如果你今天是要写第15题，你就按个空白嘛，然后把这个复制在这里贴上，这里改成15题，一样第几周撰写审稿，题目答案详解这样。好，再来是资料来源，这边上次那个昨天刚好硕君有写，然后他就抓到一个 bug， 这边资料来源是要写共笔第几周第几页，或是直接附讲义上面或是的图。那资料来源，因为共笔那个时候还没办法产出第几页，所以解决方式就是你可以先把截图放在这里，你可以把那个共笔的截图放在这里，那到时候我跟唐君审稿的时候会再帮你把页数打上去。对，好，或者是你可以把老师讲义，就是老师的那讲义的页数打在这上面，就是不用打共笔的页数，就是打老师讲义的页数。好，总之考古，那考古不够，详解不太详，不够详细，错误率太高。我觉得会产生这件事，也是因为就大家比较上学期没有署名，所以没有署名就很容易，就有些人心态就会比较侥幸一点。好，那就都写了，是谁写的，那你就要好好负责你写的这个东西。好，问题大致上都讲完了，所以再来就是要讲分组的制度。旧的分组的制度的缺点，刚刚都讲过，审查工作太多层，排版工作没有效率，课程时数不同，组长工作量会不均，所以我们解决方式就是用新的分组制度，小组就是三个人一组，组长一个人，组员两个啊。我刚刚忘记讲一件事情，就是考古，组员写详解，组长打题目。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组员的话，你就把这个打上去，然后你因为你自己知道题目是什么嘛，你这个题目可以先不用打。然后你就打答案详解，然后题目你可以叫组长帮你打，这样工作量会比较均匀一点。OK， 应该都懂意思吧？好，组员写详解，组长打题目。好，当然如果你是组员，你很想把题目打完，那也可以啦。好，所以新的分组制度就是三个人一组，组长一个人，组员两个人，每个小组负责一堂课的内容。像生化的话，它中间不是会有两次下课吗？就刚好切成三个部分，那就是一组负责一小个部分这样。但是像今天分身的话，是不是就是他就一口气上完，那就比较麻烦，那可能就要请组长，下课的时候就马上沟通一下，你们那一组是要负责哪一个部分？组员主要负责制作共笔，组长呢主要负责中文通证，科学一呢，主要负责审共笔，跟老师联系。那因为科学一这学期工作量会加重，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要求他要一页一页看着审，然后串流要非常仔细的听完，然后去审，所以人数有变多，就是一个科目变三个人。那共笔长主要负责最后排版、审考古跟其他统筹事项。好，所以这就是分工啦，组员制作共笔跟考古，组长就是做重点统证，然后就是去管组员，然后
科学一直是很公平，公平上是排班是很靠谱，所以现在分工很明确。如果今天有错字的话，就知道要找谁了嘛，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有，如果老师口述重点，老师明明就有讲，啊上面公平却没有，那也知道要找谁了嘛，对不对？就是你不会去找组长嘛，因为组长不是做这件事的人。好，所以那因为分工明确，所以你要自己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情，然后把它做好。因为如果你做错了，后面不会有人帮你 cover。好，优点，各个小组分工平均，深化就是三组，分身就是两组，责任分工明确，谁按就骂谁，提高排版工作效率。原本排版是组长丢上去，科学要乱排版乱一次，科学一丢给工笔长，排版要乱一次，因为 Word 版本不同，电脑可能也不同 ，OK， 那就会乱很多次。现在就变成组员丢上去，组长给科学一审的时候，科学不用排版，科学就改内容，排版我跟唐军会最后会做最后的排版。所以你就不用管这么多，科学你就省就对了，你不用管排版。那梗图也是一样 ，OK， 如果排版顺利的话，你就把它放上去；不顺利的话就会把它删掉，这样。好，提高审共笔的效率就是只审两次，跟提高排版的效率。缺点是什么呢？组长人数增加，组员相对工作量会提高，但是也没有提高到非常多，因为上学期一个人是做两次，这学期平均下来也是一个人做差不多两次。但是组长人数提高很多嘛，所以组长就我们就会让他做就是新的尝试，就是他要做重点工程，这个比较烧脑的工作就交给这人数变多的组长。再来是组长之间要做更多的沟通，因为像分身他是一口气上班，你不知道怎么切两部分，那就是你们人数比较多，那就麻烦你了。OK， 好，那如果这些现在这个东西有遇到问题，我们其中回馈，我们其中会请大家一样填表单。然后你们就提出来 ，OK， 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可能通通就回到上学期那样，也不是不行，就先试试看。再来共笔规则说明，好，共笔的规则，好，大致上都打在这里的。我就不细讲了。就是还是这边有人有任何问题吗？可以先来问。就是有看不同的地方吗？这一份东西。好，没有哦，没有的话那就不细讲了。再来是流程说明，共笔的话，像今天分身结束之后，组长可能就要讨论分工，讨论完之后，组长分配工作给组员，那组员下载模板制作共笔，我记住是下载模板，然后在自己的电脑制作。然后最后组长合并统整并上传共笔交叉区。好，那我们有多了这个东西叫共笔交叉区，那组长就交到这里，科学一就交到这里。当然如果你要用 LINE 或是用寄信的传也是不反对的。那设这个的目的用意是因为有些人比较急，他可能上课之后过了五天他就想赶快拿到新的共笔，那如果你比较急你就可以先来这里看，这样那也是比较好做统整的，因为 LINE 它很容易，就是如果你没有用 Keep 的话，它就七天之后就消失。那如果寄信的话，它就是会有很多信就会跑掉。好，那组长就讲到这里，科学就讲到这里。你要用寄信的，或是用 LINE 传，也是不反对这样。好，那考古呢？组员找题目写详解，你就写题号跟详解就好，题目给组长打。那组长打题目。共笔长审考古，好，考古就是这样。再来是国考，国考这边要就是仔细听一下，就是国考的位置在这里，在考古分工的这个网址，国考题详解的位置，你就点进来，然后这里比如说108书医学一。深化的考题都是深化跟分身都要写国考哦。刚分身老师有讲嘛，就是深化有分身有就是国考有考分身，只是比较少，所以两科都要去找国考的题目找出来，然后就是这些。好，然后点进来，他这边题目都帮你分好了，像深化就是七十四到一百。好，然后你就去找。是属于你那个范围的题目。那
有些题目会比较尴尬，它可能只有一个选项，就是上课有讲到，然后这个就你们就自己判断好了。但是如果那一题很明显就是那题上课上到的内容，那你就要整体把它整理到这个，一样是在这个国考，然后生化分针，近五年的国考题目整理，那跟刚考古一样。你就写年份、题号、周次、撰写审稿。那这个撰写人跟审稿人，就是写原本的这两个人。那我已经有寄信问他们，他们说可以直接这样挪过去没关系，但是就是尊重一下他们，就是还是把撰写跟审稿的人写上去。好，然后整理的人就写你的名字，整理的人就是写你。好，然后字形。字体跟行距都写在这里了。那这个比较特别，像刚刚考古排列的方式是从第一题排到第五十题，那可能第一周是做三、十四、十六题，那如果你第二周是做第十五题，你再插到十四跟十六题中间，这样。但是国考，我会希望是。第一周的题目在第一就是以周四来排，因为有些人就是复习完之后他想要就是看第一周哪些题目，那就是以周四来排。第一周的题目完之后才是第二周的题目，第二周的题目结束之后才是第三周的题目。然后题号跟年份也是一样，都是由大到小这样排，这样懂意思吗？好，就是第一周一定是在最前面，第二周一定是接着在第一周的后面，这样。好，没关系，如果不懂的话可以再来问我。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那重点，好，我们新增了重点统整，新增了这个模板，然后有新的分组制度，制作的控笔时间延长，然后现在是明确分工。考古就是用云端的共编编辑，串流新增屏幕录影，刊物用云端共编刊物。永源现在是新的成果制度，然后期中、期末黑特区，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有问题吗？有问题可以举手。好，那如果之后有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两个。那没事的话，我们就结束。然后再提醒大家哦，所有的东西，就这学期所有的内容，理论上应该都会在这个云端，不然就是在 LINE。就 FB 我们那时候创一个群组，那个群组应该现在比较少人在用这个群组。好，大概就是这样。如果你有问题，就上面来找一下，啊，如果上面找不到再问。我有带钥匙。吗？我都把它丢在钱包里。如果没有考古那一本，就是上学期有发一本考古题目，如果没有那本考古题目的，现在来找我们。